知道是谁开车撞的我。啊，这是哪儿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居然有人给我下了魅毒，我可是堂堂鬼医，不用十秒就能解。坏了，没有银纸。美人，江湖救急啊！好痛啊！滚！滚！我就是不滚，你能奈我何？我去，大兄弟，你身上中的毒有点多呀！还好刚刚没有直接把它当解药，我肯定死得更快。你若求我，我便救你，如何？哼，不相信我是吧？你好了，你身上的毒性我帮你暂时压制了，我去山上采点药。你知道了本王这么多秘密，你以为本王会轻易让你走？哇，大侠好厉害，能救我内力吗？采个药对我堂堂鬼医来说不是轻轻松松，这交易不亏。就是现在，有点意思。妹妹，远处上哪惹的仇人？有八个杀手，我哪里管得住呀？上！完了，我把社交也在这里吧。来来来，认真来，1966做的事，偶尔。我是，我内功就是牛逼。少侠，收为徒吧。这女人，难道见到谁厉害都想拜师不成？你做什么？你别是让我以身相许吧？若本尊真要你以身相许，你当如何？若阁下能摘下面具，让小女子一睹真容，小女子自是愿意以身相许。以面具示人的人，必然不可能轻易摘下面具。好，好，他确定？不会吧？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得让娘子多等为夫一阵子。